热情的掌声献给来自于我们卡琳娜放肆街舞赛2021年度的年度代言人，我们的莲花 Ladies。 哇，你们好棒哦，孩子们，是，来来，不要那么急着走，不要那么急着走，来来来来，我想请问一下，来来来来，是，这些道具的创意发展是谁想的？不要跟我讲老师，不要。哦，妈妈哦，妈妈可以，哇，妈妈好厉害哦，怎么会想到这个东西啊？而且你看，联华国小运动会真的要把我们国小运动会的一些元素全部放在里面啊！这根绳子拉起来，它就是一个代表的终点线的绳子。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吊绳这样跳啊。对啊，是。那这个呢？哦，我觉得最有创意的是这个。没想到你把这个用成一个游泳圈呐、啊，这样可以吗？是。林总经理，他们又帮你想到一个新的产品开发了啊！对，哦，卡迪娜游泳圈呢，你看看啊！对，好好好，很棒很棒很棒！还有什么？来看一下，哟、哦，对对对，这个原本背起来，然后抽出来，里面竟然有牌子，你看看可以这样子吗？好可爱哦！哇，哦，这样应该可以吧？啊，来来，我看一下，粘住了！为什么你刚抽得出来，我现在抽不出来？为什么？哦 ，surprise， 你敢不敢啊？敢，好的，哇，好可爱哦，你们，是，来，简短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简红珍。红珍。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晴。子晴。大家好，我是杰尼。杰尼龟。Hello， 大家好，我是婷杰。婷杰。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威。新威啊，新宝威。玉琪啊，玉琴故中玉琪啊，你，大家好，我是子琪，子琪妹妹，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这群相当可爱的同学们，再给他们一点热情掌声，哇，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年轻人的创意啊，创意无限啊，是啊，虽然创意发展是来自于妈妈，但是妈妈也是年轻的啊，也是年轻人的，我告诉你啊。